想给第五捏脸的靶子，这回估计那梦想成真了呀！元宇宙平台仔仔将在万圣节和第五联动了。从官方爆料的海报可以看出，本次联动的角色有舞女的驯兽师，该说不说是真的会选呀，还有小情侣的七夕精品礼包长夜星辰啊，这个一代都没有，那我是不是能在仔仔里面过个瘾了呀？第四个使徒的小贱夫人是这次联动的唯一一个监管哦。最后是调香师的冰上舞蹈，这五个挑的都非常有风格，宝子们要注意，这是仔仔和第五的单方面联动哈，具体的方式呢还没有公布，不过一台看了一下，最后的联动很有可能就是采用了以上的几款皮肤。仔仔本身的捏脸和变装的自由度还是蛮高的，大家可发挥的空间就很大，所以那这脸就得靠大家自己捏了哟。